我有一段密码。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？17480是填这个的意思吗？应该都是你前辈。没效果。这是跟别人舔的吗？发光是因为我刚才点的这个。515864。它就发光了，这有什么效果？上次最后看到的东西忘了，然后没什么用。然后没什么用啊，这墓穴装饰品是不是？
好像没有用，就是装饰品。什么鱼啊？这鱼也太凶了吧！怎样啊，这鱼太夸张了吧。就到了。深红鳟鱼。
加尔村。加尔。加尔太强了。出色的领袖。加尔，加尔。欢笑镇。加尔，你还是去学语文吧。没错。那英文怎么翻啊？拉冰烫啊。校长复活了，从床上爬起来了。他想到了。他冥想完了。我不打算与你们同行，再见了，我先溜了。我放弃了。他冥想的结果是他放弃了，他溜了。啊？啊？其实你不是法师，你是武斗派。我只是没有足够的勇气，但没有对你们失去信心。这是我给你们最后一件礼物——珊瑚锤子。莫雷娜，长老。校长变成长老了。
常务岛可以学新能力，所以应该还是得先去常务岛吧。珊瑚垂直。按到截图了。我们村上有武器店吗？我们镇上好像没有武器店。黄昏号炮击。要自己滑啊。八加速。有四个裸男在这个海岸里面对看，笑死。是日神殿岛。这个不能上岸啊，这是任务岛吧。
要学武，要死喽！
打牌，你是我。有点像打牌。对了，老哥哪里上岛？看起来没有地方可以上岛呢。我记得上次好像是那两个炙日战士变老五老六来着。上次好像是那两个炙日战士变老五老六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上次是在那，然后我们
然后他们召唤成功了嘛，然后村庄毁灭，然后我们开了一个自己的村庄。然后校长说他不干了，校长闹干了。校长说林爸爸嘞，你们自己玩。没用，校长。他冥想完的结论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干了，你们自己干。Pork Chan， 超级好笑。他不是说他去冥想一下吗？他来找我们的时候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"我不干了，我承受太多了"。对矮，他之前说找冥想找答案。结果是不玩了，冥想只是幌子。你说他已经不干了。酷矮校长，鱼人护甲是怎样？欸，这是怪哦，白痴哦。他们伤害超低的，看起来超废的。他会把他头上那颗射出来，怎么那么好笑？宝石海星。好笑，他把他头上那个海星射出来了。
食。攻击技能什么时候可以按啊？这边应该是正确的路，我先回头看一下。问题包四，不知道什么。哇哦，秒杀！
你咋那么哭？错过什么了吗？好强锅盖战神，没错，而且他的锅盖会吸血，这才是最好笑的。上面是对的。那个锅盖会吸血，这才是最好笑的。可不是普通的锅盖，这可是会吸血的锅盖啊。花有关的诅咒，
老三。不是，还真的动手，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我们好好讲话。我觉得都是可以好好聊的，不要动手动脚，好不好？哇塞，也太强了吧！你们也太猛了吧！这个老一跟老二也太强了吧！哇，这老一跟老三。真太强了，先处理。这种东西还会隔挡，我操！
复习机到底怎么看可以按了没啊？还要摆 pose。哇，万普拉斯他是有动画的大招欸，帅得离谱，小虐，老一跟老三就这，全满才可以按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好，外面那一圈满了就可以按。有没有藏东西？
是龙虾吧？绿色的龙虾。金鱼。哥拉不动一点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嗨嗨！哎，诺诺。早安，诺诺。那个坟墓可以干嘛？那个墓园那里。主播晚安，来去床上混了 ，Light Day Floor Shaky。晚安 ，Studio。制作组彩蛋。彩蛋。晚安，思秋。也太难掉了吧。主播刚才思究一直用魔法拳把我打进对面的家里，全破家全钓鱼家有的没的。思究是坏人。思究可太坏了。主播，我前面在痛扁他。你们拍到了。海螺我也收完了。主播又大结局一款了吗？大结局一款了吗？不算吧。马安明武是那个我们破的差不多了，那个啥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龙族教义，我们现在龙族教义现在就是等那个，等它更新，因为我已经进第二轮了。龙族教育二周目了，
我觉得有些技能太强，导致我甚至有几招从来没看过。哎，正常。很明显有几招偏强啊。像是我的回合跟我的回合，然后我的回合跟我的回合，我以为我是希尔。没错。剩下紫狼吧，紫狼还没打完。你现在破到哪？阿老爷爷不干了吗？爷爷刚不干，就在刚才不干的。还是先开他三枪，开他三枪，不用那么火爆。最近时代变化有点快。什么时代？我开始有点不讲武德了。开始有点不讲武德了，笑死。
按迷摸索。月亮短刀，是这里吗？这里有一个机关。该不会是要去那张图桥吧？
一点方向。如果是的话，这机关也太远。如果真的是这样调，我只能说真累了，真远。这边记一下，这个好像也是。左右90度，双斜甲。没有改是不是？
哦，没有改。我泡了杯热可可。热可可。所以它不是这样哦。嗯，但是那个左下四五应该都是看这个。会打，左下已经是四五了。还是他切图的时候会再换。切图的时候时间会再变。正宗，先推。进度。哦，这个是现在不能解的，是不是？我想说这两个都是解谜而已，结果是不能解的，不能解的要早说，欸，浪费时间，因为看起来是解谜的啊。快了吧。
工程师，神角，还会有新角色吗？说。你说可操作的角色还是那个棋子？可操作的，我不确定。你要问诺老师，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。透派，除非主播有问。我猜可能还会有一两个。啊！好强，诺老师。Misa Cecilia Catwalk。啊，这个拉霸我怎么看不出来有什么效果啊？为啥？怎么那么奇怪？收海螺是不是？
旅店图纸，富裕之家商店图纸。全队最大 HP 加20，加20。好猛啊！爷爷如果一直不找，他会哭吗？这些死小孩活该。死小孩活该。啊，不愧是我。
擦一下手把的电，它在闪呢，快没电了。你好啊，冒险者。你好啊，冒险者。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却急不可耐。但是厨师走向前来。战士厨师，可以知晓一切事，但知晓的时候却太晚。不多时日之品。完蛋，加尔，老爷子讲话快一点。没被锅盖打过是不是？主播机枪阿雅跟机枪埃索成为我的队友 ，Not like this。那你要选海鹰之物 AD 海鹰之，跟他们一起哒哒哒。What face？哒哒哒哒哒。饿的可能中都打不过。好想啊，机枪物主播。但我不会。没事啊，你也不用会啊。没事故我也看过 AP 机枪阿雅。胜利不会属于你们。抱怨你，我见过 App 皮哥 Seems Good， 然后他跟 App 雷尼对 A， 他输了。早安哑巴一，晚安哑巴一，天公辛苦你了。晚安哑巴一，没错，晚安。
他真的越开越晚了。他变了，他坏了，要不然越来越坏了。LIBAIBAI 01048888。小白鱼，我跟你讲，晚睡的人会数掉。早睡的也会数。对。真的耶。哑白衣越来越坏了。太好了，我都早上睡够早。一直点一直点，好奇怪。它有一个加速符号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早上睡等于早睡没问题吧 ？Things do， 超级坏哑白衣。NIGHTKETTENOMISAWTF 代表他不用等你全部动完。又等我全部动完。我觉得你需要施工大哥帮你借一借网络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亚白伊 Lumisa Baby Sisila Pet。这种怪如果遇到都是移动头会破。没事，我好好的限制一下自己就行。小白衣要好好睡觉，要多睡。施工帮别再来了。消失 ，Omisa， 拜拜。拜拜。对了，滋养有精准。滋养有精准，但我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按。八八。拿出来。拿出来。会变三明治。什么滋养还能奶更多哦？所以是什么时候按？什么时机？拿出来不是有滋一声？出来，那个声音要按。
他从背包搜出来那个瞬间，那个滋一声是判定。哦，我变多了。这就是你们一辈子解不开的难题，认真。好想拿珊瑚锤子敲先知的头。难题，没错，难题。四点了，但是再玩一下好了。今天。在晚餐前有不小心睡着一下，可以多打一点点，那就是闪的，我操！超级史莱姆，超级史莱姆，
No.得了，别了，没错。
那个舌头会没伤害，所以感觉如果没挡到那个舌头，就直接击死了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哎、欸，按错只，错。不是即时的话，就有点不合理。你会被吃，连换人都不行。简称绑架。我才来，早安信封，晚安信封。等一下啦，我打完这一关嘛，再玩一下下就好，就一下下。这里真的又臭又长。一下下，我去，去看动漫陪我哥。再见了，诺老师。Umisa RMC 八八。八八。
啥意思？有嘞，成功嘞！拿出来变三明治。好大一口，500多。好难按哦。
哎，锅盖，新的锅盖，哇，在家里有锅盖帮强大。哦，这样回去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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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毒太阳。
高速解谜。啊！害怕，被人掉下来了。又要再看一次动画了。无法开启，以及整个世界都化为乌有。哦，原本的故事是那个门没打开，然后世界毁灭了。啊！什么情形？好像要长脑子了。Pork Champ。
我原本的同事。当你的人民称我为不朽炼金术师时，也将艾佛瑞他是谜语人吗？称为血肉法师，他的同事是血肉法师，没错。那请主播痛扁他。杜绝谜语人，从你我做起。在原本的世界线，就是他讲这个故事以前的故事，是他们到这边就门打不开，然后游戏结束，世界毁灭。然后现在他在里面，然后他让他们打开了，所以故事不一样了。从这边开始，世界线变动，跟原本的故事不一样了。我以为是 boss。我瞄一眼。OK， 4:30，应该不能晚了，收工收工。还是再玩一点点。不行，我觉得解不完，我就30分钟解不完这一区。才。晚安晚安。应该不会有什么画风突变的情况，看你。那我觉得30分钟解不完这一区啊，没办法，就休。我觉得休息。我觉得30分钟解不完这一区。主播月亮已经很红了，八八八。不要怕，不要怕月亮，我们是月亮的挑战者。我们前天不就挑战月亮成功了吗？3分钟。刚好剩3分钟，但我现在要逃了，音乐太恐怖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没错，睡觉喽，兄弟们。爸爸爸，我 miss you， 拜拜。一批也早点睡，虽然很爽，但还是要早点睡，该睡的时候要睡睡。可以爽一个礼拜，所以你的哦，对哦，你是请你只能休一天，所以你特休要请到2天才可以变2周，看你自己吧。我是肯定会请的，我肯定要让1周变2周，好爽啊！先爽的人先赢。还可以爽个3-4天 ，Blood Trail。晚安，晚安，我要去睡睡了，晚点见。那你也没说错。晚点见，晚点见。妈妈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